也是因为这样子，嗯，要把它就是堵住这样子，那储水，就是这边堵住，那边堵住，全部把它，就是这里这条坝，本来它出去的话，它就不算是，嗯，不算是水库，反正一堵，那边的水就全部积在那里，哦、嗯，然后积得越久的话，它水就越高嘛，嗯，